在镜头上面看到这个是新到货的铜钛金貔貅，这一批的铜钛金貔貅非常的漂亮哦。哦，这是铜钛金的手链，当然也有这批到货也有项链哈、哦。这批呢是铜，这个是板钛的铜钛金，你看这个自然光底下就可以看到它的猫眼效应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它的猫眼效应，好、哦，非常的漂亮的猫眼效应。猫眼效应越强，它的磁场能量就会越强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判别这个钛金的这个磁场这个等级怎么区分，就是看它的猫眼效应啊。大家看它的，看到它的猫眼效应非常非常的漂亮哈、哦，这是在自然光底下。那我们呢，这个会整理，整理之后就会上架到我们的卖场了哈、哦。那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这个预约来现场试戴，现场看老师开光啊。你看这个手链。哦，随便的哪一条，每一个都很漂亮，真的每一个都很漂亮，它就是美货哦，真的是美美的货哦。这批货是可遇不可求哦，这批货是可遇不可求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、哦、看，随便在自然光底下照，真的，你看我没有灯，我没有去这个打灯。好，你看它就是猫眼效应，就是这么漂亮，它的猫眼效应就是这么漂亮。好，这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个板钛铜钛金貔貅，整理后就会上架我们的卖场咯。